大家好，我是龙道。有位粉丝回家过年发来一张照片，大家先看一下照片。从照片上可以看出，他家房子前面的话有一个坟，而且距离很近，也就几米十米的一个范围啊。那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解决？其实坟在房子四周它是有吉有凶的，但是都有一个要求，要求在百步之外，也就是说50米之外的话就可以来论好坏，但是呢50米之内它就全是坏的，没有好的，距离越近影响越大。像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进行调整呢？最简单的修围墙，让它阻隔掉它。第二种方式呢，就是通过总数也可以，做这个水池也可以，当然距离太近了就没办法。如果说没有办法通过外部来解决，那么只有通过一些物品，比如说八卦五帝钱啦、龙龟山海阵，这些都可以反射掉一部分能量。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说，我们修房子的话一定要离这些目的远一些，眼不见为净嘛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大家有其他户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私信评论。再见。